挑战用第一个空投的枪，第二个空投的子弹，第三个空投的防具吃鸡。啊！这是我做任务以来要求最多的一个。造孽！你们还能说出一个更复杂的挑战吗？好家伙，刚落地就给我达成了残血。慢着，今天的挑战我好像不能这样包啊！就剩这么一口血，干脆把我打死算了。全跑别怕，有我在，待会儿保证让你一雪前耻。哼，敢打我，我这就送你们回大厅。挑战用第一个空投的枪，一把游击，一把巨能枪 ，bingo。那刚刚的救命之恩，你该怎么报答呀？你说呢？要不就发张长腿照来看看吧，穿黑丝的那种。那你呀、好，我小老爷们点赞过10万，别说没腿照了，全身照我一发。什么？第二个空投空空如也，一枚子弹都不给我留。没腿罩都到手了，实际什么都是浮云。红尘相册有什么？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，纵使没血又没弹，舔了空投就是赚。武士们，红尘来啦！不绕点路啊，挨枪子的是我呀。瞧你，觉悟就是不够。人生不就是不断被打趴，然后再站起来战斗吗？打人的事儿就交给你，空投交给我。你想得美。虽然这是第三个空投，但我总不能一直当个光杆司令吧？我还是拿子弹好不好啊，各位？出球了。可以啊，拿几张照片来吧就行。我有子弹，发就发。那各位想看什么类型？点赞上20万，后置就公开相册。拜托拜托，请拿上子弹。绝不是零啊！怎么还是零？你刚刚拿的不会是762吧？什么？拿照片来算数吗？当然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看来只能用巨能枪打完全程了。哎，可是压根打不死人啊！小老爷们知道巨能枪最高能打破几级头吗？怎么感觉啥都打不破了？我太难了，这个空投也只能贴防具了，毕竟照片库存告急。小老爷们喜欢看红尘照片的可别忘了点个关注，一定是更新美照。今天的任务不是吃鸡，不是吃鸡，是爬楼。各位是不是从来没从窗户上过楼啊？走窗户才是真正的特种兵应该走的路。我信你个鬼！想要学上楼技巧的，可别忘了关注哦。海盗爬楼王，还得是我。臭不要脸！看你上不去呀、哎呀，小老爷们，反正想办法站到这里就行了。我只能靠心爱的车车跳上去了。瞧瞧，这个乘客的视角不错吧？偷袭最佳。再上一层，补一枪，立马拿下。楼是没上去，但人头好歹拿了一个。我太难了。再说这个楼，我总能上去吧 ？Really？ 今天不宜爬楼。但是上了楼真的能提升战斗力。下一把咱们挑战爬各种各样的楼，怎么样？想看的小老爷点个小心心，会爬的留个 ID， 直接一起来啊！现在和瓷娃娃有什么区别？风一吹就能倒了。我太难了，但我相信只要跑得够快，最后的烤鸡套餐总有我一份吧。可能只有我的份儿了。本次任务勉强完成，小老爷们还有什么任务？走马过来吧。